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摇篮曲的导演张琳，很荣幸今年能够参加安溪国际动画电影节的官方评选单元。做完我的本科毕业创作之后呢，我就尝试挑战一个更加叙事化的一个文本，希望将主题、形式、叙事以及情绪化这些更好的传达出来。这个影片的灵感其实是来自一个真实的事件，说的是一个模特写生女孩呢。他下课之后遭遇了车祸，此刻班上的所有同学给他画的素描黑白头像写生，摆在前面，感觉就特别像他的遗像，这一幕其实让我感觉特别的震惊，充满了宿命感。没有人知道他前后发生了什么，但是，我是以此作为起点去探索他前后的一些，人生轨迹，很遗憾，今年我没有办法到现场啊，希望你们在现场的朋友可以玩得开心啊，希望大家喜欢我的电影，谢谢。